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扎奥营的地方。这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三棵树，一棵树、三棵树，完全我就不用支架了。这两棵树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要绑吊床的地方，这边可以加那个天幕的一根，然后一根线拉到机车这里，我完全不用打那个银钉了，太棒了。这个营地对我来说太完美了。我靠！呀！哇，爆不了，完了！呀！呀！打不开，快崩了！敲一敲，哟，可以了。组成它，
最近吃太补啊，火气太燥热。我特地去采了那个恰杂木，再来煮青草茶。要不然我现在又吃这个虾子，补得要命。哎呦呀，这个是我的花，等一下要浇在瓶子里的。煮茶喝。这个是我家很有名的鸡肉的酱包，酸酸甜甜。好多年都没有自己炒虾子吃了，我最爱炒的虾子就是这个，沙茶酱炒虾，沙茶虾，然后就是这个是白虾，我买了半斤，120，好甜哦，白虾很甜。九层塔很对味，带了三个米糕来，哇！差不多了，我的晚餐就这样了。葡萄干，这是我今天的花草茶。好像没那么烫吧，奇怪没？哇，差不多开刚好一瓶呢，好水哦。超酥脆的，哇操！你看，哇，紫菜酥超酥脆的，我的点心，你看，受不了，这点心太好吃了，直接烤紫菜酥。你们在家如果有烤箱的话，
用烤箱烤也可以。今天烤的披萨，佛罗伦斯迷迭香春季披萨，解冻6个小时，烤箱6分钟。这个我先洗一下，花茶，这样应该够了。哇靠，洗一洗就颜色跑掉了。
个就是昨天烤紫菜的盘子，现在要来烤披萨。哇，碎哦，刚刚好大小哎。哇，还附香料，好爽。包香料，等一下我要全加。哎，有香味，有焦味，拿起来一些。打开我第一次在外面烤的披萨，好像有点焦。Oh my god！ 我想要移来这边吃，看风景。加这个它的香料，那附的香料还不错，漂亮，黑胡椒。这个九层塔我昨天有留。感觉不错哦，我想要去那边吃，走吧。我昨天有在我的床下放了一个水晶阵，大卫星。我觉得昨天有睡得比较好了。我用那个黄水晶，睡的黄水晶搭的大卫星。